外父外母唔整棟別墅啊，邊度塞得落咁多人啊？你真係廿四孝老豆啊！你睇下呢個屋型都幾好喎。好彩有你咋，如果唔係，我真係唔識得揀啊。係啦，今日晏晝見過文華係嘛？係啊，同佢傾咗十分鐘。警方懷疑你哋仲有聯絡。佢有冇話幾時放得翻出嚟咧？警方懷疑你哋仲有合作，咁就算過咗48小時，佢都會諗藉口繼續拘留佢。咁啊，拘留佢一世，咁我批貨咪一世唔使出。福田哥，你唔使咁緊張。文華有句説話想我同你講。佢同你講乜嘢？文華叫我話俾你知，佢唔喺度，我就係代表個鏡頭會由我主持。我會幫你揾一個出價最高嘅買家。張林，唔係我唔信你啊，但係30箱200公斤可卡因唔講得笑噶。明嘅，咁等文華出嚟先算啦。我諗揾多個零兩個月，警方諗唔到藉口嘅，就會放咗佢。好啦，咁唔阻你買。嚟，文華點話點好啦，佢話你揸期就你揸期啦。你而家最緊要盡快揾到買家，出咗批貨去。係咯，聯絡咗啲客未啊？福田哥，你唔使咁心急，我未講完。文華仲有嘢講咩？呢件事唔關文華事，係有一個小小嘅要求。我希望福田哥，你可以賣個人情俾我。我可以為你做咩咧？你之前咪講過要殺葉普天嘅，我希望你可以叫停。如果你唔應承我嘅話，我唔會上網幫你揾賣家。咁到時你批貨，咪等文華放翻出嚟先再算啦。你值唔值得為咗個差佬要挟我啊？你俾一個理由我，你講得服我嘅説話，我咪打電話咯。我中意葉普天，我唔想佢死，就係咁簡單。我去買咖啡啊，幫你買買。唔該，阿健。咩事啊？閘口掛隨放我入嚟噶，有份嘢俾葉浩天先生。佢行開咗，我幫佢簽收。喂，你做咩啊？你有事慢慢講。打電話叫葉浩天翻嚟。你收工未啊？差不多了，喝了一杯咖啡就走。如果你走的话，我叫两个伙计送你回去。我都是警察来的，警察保护警察会不会有点浪费警力啊？一日未拉到郑福田，你都要小心一点。不是我，是我们。喂 Ken， 我现在下来。有个邮件我要签收，我下去先。我跟你一起下去。福田哥仲要考虑，你都话啦，200公斤可卡因，都抵唔上两条人命咩？早两日，我偷偷地去拜熟人，我同佢讲，迟啲会有两个差人落嚟陪你。我同佢结咗婚咁多年，从来都冇呃过佢。我不想今次破例啊！我相信素妍最想的不是你帮他报仇，他最想的就是你可以好好地照顾三个女同埋你自己。下嫂传下有知，一定不会怪你。阿氹，叶 Sir， 点解得你一个嘅？有冇收到我急件啊？喺洗灯张台度。
收到。Jackie。Jackie， 冇事啊嘛。事啊！我哋一日未捉到郑福田，都要小心啊嘛。多谢你，福田哥。咁我而家翻去处理一下听日镜头嘅嘢。为咗你，我放生咗两条人命，希望听日批货镜头出嚟个价钱，我会满意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满意。等等，如果唔阻你做嘢嘅说话，听日我都想在场。梗系可以啦。我今晚就會約定班會員聽日拍賣嘅時間，又會通知你。聽日見。聽日批貨出咗之後，張林、文華、葉浩天、丁若玲，全部都冇得留低。英國嘅朋友，你哋好啊！而家只要 scan 呢个 QR code 就可以即时攞到 TVB Anywhere Plus 七日免费通行证，五大精选频道连 VOD 点播区俾你一次过睇晒，记得支持埋我哋嘅新剧《破毒强人》啦！我会拣做翻个好人。行政长官决定赦免你嘅刑罚。我最担心嘅就系文华本性难移，佢要发大就要冒险。你覺得個眼仔信得過嗎？都唔係掂啦，殺咗佢啊！你話生意你唔再理噶嘛？而家算點啊？延續強人系列，破毒強人。各位 YouTube 嘅觀眾朋友，我係朱志賢，我係何廣沛，我係郭佩慕 Sita， 即刻 subscribe 歡樂 APM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 follow 我哋最新推出嘅 TVB Hub TikTok page， 收睇 TVB 精選劇集精華。中意呢條片嘅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啊！